大家好，今天是纽约聚生堂艺术学院辞旧迎新的新年晚会。纽约聚生堂在2013年就开始成立了，至今已6年，接近7年的历史。那么纽约聚生堂艺术学院呢，成立呢是在2019年9月份，至今已经4个月，在短短的时间内得到很多各位的朋友学员的支持。有一些像有名望的一个田孝明老师啊，卢美旭老师啊，刘群老师啊，李文老师啊，陈荣显老师啊，他们都会在我们学院里授课。也感谢这些老师。坐落在71街 Boymanton 7118 Boymanton， 希望大家能有空来参观纽约聚生堂艺术学院。梁老师随时恭候。福字的请在楼下，我们可以发行教师后写带回家。
好，梁老师知道你们的心，我要让你们站在舞台上。好，现在我们继续。金子书包四个，金子请上台。还有多时间，现金100，请上台。KTQ 针啊，按摩枕头一个，请上台。还有 Vicky 专出现金100，请上台。还有雪现金100，请上台。还有蛙儿童英文学习机一个，还有阿锦现金100，还有 Sharon and Betty 现金300，咪咪圈上来，还有提示电平板电脑一部，请上台。还有 Darling 站在这里，面医生现金300，请上台。还有 Amy。辩题杨涵英三个，一公平，还有包心举里小何现金100 ，Sharon and Chen 被盗一件及一些物品，还有仙月娟现金100，请各位出版的朋友们上台，有鲜花献给你们。Today, I present the United Global Music Group Party New Year greeting to all of you. Happy New Year! I wish all of you good luck and all the best for 2020.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praise, praise by the Eastern Buddhist Associations and participate in performance.The teachers, students, photographers, DJs, Jay Chines, Mark Wood, Louis.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sponsors and volunteers. We value your sup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We value your support. 还有吗？啊，很感谢啊。来，我们来一个大。刚刚有报道的捐赠的啊，有各位，谢谢有今天这么好的音响。还有我们的路易斯啊，还有摄影师。好，我们来感谢这些赞助商。来，我们拍一个照。好，女士。由俄罗斯精心制作导演的学员汇报演唱会，得到各位爱心人士的踊跃捐赠支持。喺度特别之谢潘若神院为我哋提供呢个场地，参与支持联欢会演出嘅老师们。同學們 ，DJ Jerry Chai、Louis 攝影工作室、馬丁斯克、贊助商同埋辛苦嘅義工們，感恩有你們。我們嚟掌聲嚟感謝佢。好，好開心嘅歌係叫做《歡樂連連》嘅《歡樂連連》，有請我們去清堂的學員。上台，还有 Ken and Victor， 请上台，掌声给他们。Oh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好，祝你们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幸福万年。接下来由我来介绍通知方丈老和尚的一个简历。通知方丈和尚出生于中国江苏如皋，慧根深厚，与佛有缘。高中毕业后离城出家，通过一年的勤奋自学，顺利考进北京中国佛学院。四年毕业后继承唐玄奘西天求法之精神，远赴重洋到西里兰克学习南传上传部佛教，有三位博士，两位硕士，华严专修行者两位，纽约修行口碑最佳行者，加上一位佛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法师，总共有九位。通智法上方丈和尚平时法务繁忙，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他，特别来给大家慈悲开示，大家请起立。也首先老师送出一束鲜花表示他的支持。感恩感恩。没有师父的提供这么好的场地，也没有今天杨老师我们今天新年晚会，对吗？好，我们再热烈掌声。聚生堂梁院长、诸位老师、各位嘉宾、朋友们以及孩子们，元旦吉祥，南无开心弥勒佛。今天承蒙梁老师申请邀请参加聚生堂元旦联欢庆典，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和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自己也感觉年轻许多。由于今天家长较多，我想跟大家聊聊教育孩子问题。在一本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一书中写道，想要开启孩子的思维，首先要让孩子学会梦想，敢欲梦想，尽管那些梦想有些异想天开，智慧之果，饱满精神。值此2020年元旦之际，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慈悲是福德的大海，包容是智慧的源泉，感恩是和谐的甘露，微笑是幸福的阳光。在2020年鼠年来临之际，恭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在感恩慈悲心与菩提心的浇灌下，有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笑容，数不尽的钞票，数不尽的幸福，数不尽的收获。愿所有的好运都属于大家。最后祝福梁老师的聚生堂越办越红红，南无开心弥勒佛。
所有的在座所有的来宾，财源广进，万事如意，新年快乐，福星高照。好，送出去了，你们接受了吗？我接受了。好，接下来，好，接下来是我们非常重量级啊。我们陆续下陆下，有一些可能因为时间关系，但是不急，我们节目继续。那王涛老师，你们都认识的吗？平常的话，在我们很多很多的活动上呢，都来个双语主持。今天呢，他给我们来双语主持看看。好，来，掌声。谢谢，谢谢张老师，陆涛我们。首先呢，我们在这里欢迎各位家长和小朋友的那个到来。是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today, and welcome to our new year gala for a lovely 庆生堂。好，来我们的明月组可以准备好一边说，那明月老师可以一边准备。好，那接下来呢，刚才两老师都说了，我的名字呢叫王早早，早晨的早，两个字叠字。如果大家看过咱们庆生堂的介绍呢，我们每一位老师的个人简介都有在这个介绍单上。那么稍微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双语双文化教育专业，所以呢，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我们的禅师所说到的，相对来说呢是有一点点心得。我们也更希望通过我们的鼓励教育和爱的教育，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华裔小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好。在这里呢，也稍微的给大家拜一个早年，名字叫早早啊，那就提早给大家拜年，祝大家一马奔腾，二龙当先，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喜相逢，万事如意。好，一首转世莲花献给你们。前世间花放能了解前世，怎么
Oh,
和小朋友的面前，我们又一次合作。田老师呢，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叫做《斗牛士》。希望在2020年，每一位的生活都能越来越牛。让我们掌声有请田晓明博士。梁老师也特意感谢田晓明博士啊，对梁老师啊，纽约器声堂艺术学院的支持。那么田老师呢，在梁老师开业的第一个月开始就招到学生了。那他每天上课的时间是星期四下午啊，他可以说星期四的上午，如果学生鱼多的话，他可以星期四的9点开始到晚上8点哈。好，我们接着欣赏田老师的精彩表演。好，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一首《斗牛士》，有请。
Just hold on to this, yes. She wants you to hold on to this feeling together. 好，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的钢琴老师 Ilya。我们这个老师上课的时间是星期天哦。星期天下午2:30到晚上8:00，我们的各位家长呢才能更好做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这位老师呢，他是美籍华人，吉他手、作曲、编配，同时呢也是中国湖北音乐家协会的成员。他虽然呢在缅甸出生，但是呢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能够见到他。
谢谢，谢谢我们各位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来，小朋友们，我们要先做自我介绍 ，remember？ 我们的小朋友呢，大概上了四到六堂课左右哈。Avelia, let's welcome。I came from Brooklyn, New York. 我住在布鲁克林里。I like to dance, sing, model, and play the piano. 唱歌、跳舞、弹钢琴，还有中国秀。Thank you, 谢谢。好，谢谢我们的 Avelia 为我们大胆的做了自我介绍。下一位。Hello, everyone.My name is John. 我叫李雅江。I am 7 years old. 我七岁。I live in Brooklyn. 我住在布鲁克林。My hobbies are swimming, hopping, singing, and dancing. 我喜欢游泳、走秀、唱歌和跳舞。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莉亚。谢谢你，我们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像莉亚这样大声地介绍自己。Ronald, you're next. Hi, everyone. 大家好。My name is Ronald. 我的名字是 Ronald. I am 10 years old. 我十岁。I live in Brooklyn, New York. 我住在布鲁克林，纽约。My hobbies are dancing, modeling, acting, and drawing. 我喜欢画画、跳舞、表演跟走秀。谢谢大家。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Good job. 很帅的一位小男生哈。下一位，我们的 Gianna 小朋友。Hello, everyone. 大家好。My name is Gianna Guan. 我叫 Gianna Guan. I am 7 years old. 我七岁。I live in Brooklyn, New York. 我住在布鲁克林，纽约。My hobbies are drawing, dancing, singing, playing the piano, and reading. 我喜欢画画、跳舞、唱歌、弹钢琴和阅读。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谢谢，谢谢吉安娜，好棒。Last but not least, we have Kailin. 有请。Hello, everyone. 大家好。My name is Kailin. 我的名字是凯琳。I live in Brooklyn, New York. 我住在布鲁克林，纽约。I like to singing, dance, and draw. 我喜欢唱歌、跳舞和画画。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我们要请上我们的下一位小朋友海玲。That's everybody. Good job. 好，谢谢。我们来给小朋友们发一轮奖状，来，有请 Leah。好 ，Next one, Ronald. And Jenna. We have Ophelia. Ophelia won. All right, and we have Pei.And we have Susie. Come here, Susie. Here we go. 来 ，Susie 站到这边来。好，我们一起，有请梁老师一起，我们合影留念一下。我的美国品牌走过秀，所以就是给我们的学生的一种承诺。谢谢，谢谢。Jim Lee， 变亮。奖品让你们抽奖，抽不中的人
单啊，也不要紧，我们外面有很多那个小贴纸，是一个免费体验卡，你们可以拿那个免费体验卡，也可以做这个艾灸，免费体验一次，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好，这十盒放到后面抽奖啊，别急。Thank you.
谢谢，祝大家新年愉快。
心。